Sorry，我们听不见你的声音。我已经祷告结束了，老师，好，谢谢，谢感谢，谢你，感谢你。OK，好，谢谢。好，感谢主。OK，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经文里面，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分享。老师，请你读一下那个第十三十三节那个 predecessor 嘛？因为我不知道正确的发音。18章的33节吗？还是17章的34节？17章33节最后一个字就是你的没前有任没的。有33呢，17章只有到二十，我十看一下三啊，节，十三节，十哦，三十节三十，sorry。三。Predecesso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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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ecessor
前的人 predec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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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predecessor, 前任 predec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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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你的前辈你的前任什么的前身比如说这个事情的前身这个单位的前身以前叫什么现在叫什么像比如说缅甸以前叫 Burma OK 它是前身后来叫做 Myanmar OK 这个国家现在叫 Myanmar 所以它的前身 The predecessor of Myanmar is Burma 它以前叫 Burma 老师那个 E 是后面 D 那个 E 是短音前面就是长的是不是发那个双元音是不是 predecessor 都是短音这里头没有长音、predecessor predecessor Thank you. Predecessor. 谢谢老师 That's good. 谢谢 predecessor. Okay. So I took it away from your predecessor. 从你的前任，大卫之前是谁？就是扫罗嘛，就是扫罗。他的前任就是扫罗，所以从扫罗那里拿走的。Okay, predecessor. 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这个 your predecessor 是什么？从你前任拿走，什么意思啊？这个？你前面一任比如说你现在做市长你的前面一任是 Happy 做市长他就是你的前任 OK 什么单位的前身我刚刚举例比如说Burma OK 这个缅甸这个国家现在叫 Myanmar 他这个国家的名字叫 Myanmar 所以 Myanmar 的前身这个国家的前身叫 Burma 这个缅甸这个国家以前叫 Burma OK 我们这个公司呢是经过改组现在变成民营了以前是公家的比如说以前是什么中国什么天津市什么什么石油厂现在我们经过改装以后我们现在变成民营化了我们现在的名字不叫这个了我们可能叫 ABC 石油厂那么我们的前身就是中国天津石油厂嗯 Processing对所以说什么东西的前身 OK 所以什么东西的前任什么东西的前辈都可以叫 predecessor 这个东西原来的老师那这个可不可以幽默的说的比如说有的人那个啥前夫或者前妻他幽默的说这是我的前辈可不可以那样咱们不是有的时候开玩笑吗这可以吗就说这个很正式你知道吧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啊、我们都听得懂、啊、right 你的前任丈夫 OK 但是一般在口语里面就是 ex-husband E-X your ex-husband 你的前任丈夫我们不太会用这么正式的说法 OK不太很少听到人家这样子除非、啊、用这么正式的说法有一种也许是反讽的口气 OK 比如说你的 ex-wife OK 你的 ex-girlfriend 前任女友 ex 什么老美通通都是 XX
Okay, husband. Ex-wife, ex-girlfriend, ex-husband. 好，楼下有个女人找你，她说她是你太太。No way, 我昨天才离婚，她已经是我的 ex 了。Ex, 对不对？她是我的 ex-wife 了。Okay, 好，我现在没有太太，我现在单身，我已经跟她离婚了。这个叫 ex-wife, ex-girlfriend, ex-husband。如果你要用这么正式的字的话，比如说前任的大使，咱们现在的大使是这一位，前任的大使是张三，那么所以他是前任大使，可以说是 predecessor, right? 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要用这个，如果你用在先生太太男友女友上面用 predecessor girlfriend, 这个一听就是很讽刺，要么很少有人这么正式的说的这样子。OK, 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所以有些字啊，它正常的情况下我们都不这样用。如果你这样用的话，要么就是哇，有一种情况是因为你是外国人，你不懂。OK, 那另当别论。但如果你真的坚持这样用的话，别人的反应只能想象就是你在反讽，有一种反讽的口气这样子，故意把它讲的这么正式这样子。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你这 EX 是缩写吗？还是它就是个词啊？它一般就这样子用，就是 X。X EX 是在什么之前的？在什么之前的那个前缀吧？就是 ex-wife， 他们就是这样用。对，老师，我再问一下那个 subdue 啊、第十节那个词你讲一下好吗？ Subdue 是制服什么人、所以如果 A subdue B 的话是 A 制服 B、相反的讲法是如果 B is subject to A， 反过来 B 是受制于 A 的，所以 B 是臣服于 A 的。这个前面有讲到 subject to 有没有？我不记得在哪一节里面。一个是 A subdue B， OK， 所以你可以这样看 subdue 这个是一个动词，就是 A 制服 A B， 所以 A 比 B 强的， OK， 我们叫 OK， 我们说 A subdue OK B， right？所以 A 比 B 强， A 制服 B。 那同样来讲 B is subject to A， B 受制于 A， 也就是 B 臣服于 A 的意思。 OK， 我们在四福音里面有讲过，有一个血漏的女人，有没有？她去摸耶稣的衣服，有没有？就说这个女人，在介绍这个女人的背景的时候，这个女人受制于这个血漏多少多少年了，也就是他有这个病，所以可以是这个病 OK， 他受制于他，所以 B 可以是这个女人。 The woman is subject to 这个 blood bleeding OK， 他这个毛病，血漏的毛病多少多少年了啊，或者是某一个人受制于癌症 OK， 比如说张三 OK、She 我们随便讲 He is subject She hasto cancer, right? To cancer for over 15 years. OK, 他已经受制于这个癌症已经多少多少年了。OK,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他受制于这个cancer, 我这个好像打错了 ,cancer.Cancer, OK, 好，他受制于这个癌症已经超过15年了。OK, 他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他身上都是癌症，一天到晚都是癌症。所以 cancer, he has subject to, 他受制于这个癌症。所以癌症变成是他向癌症臣服了，就是癌症管到他了，伤害到他了。OK, 所以 A 跟 B 是这样的关系。A subdues B, 是 A 制服了 B。B is subject to A 是表示说 B 臣服于 A。 OK， 有没有问题？所以这在圣经里用的是那个病，那个毛病，你有的那个病，那个病呢
制服了你，那个病呢可能让你受，你就受制于这个病，这个女人有血漏，她就受制于这个血漏的毛病。 OK， 所以 subject to 跟 subduce 是这样用的。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了哈。 OK， 好，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经文。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经文有问题？22节，22节、怎么样？我觉得这句话挺美的，但是呢，我跟那底下的这个中文对不上似的，感觉。您能给我们讲一讲？ Okay， 你先不要看中文 ，OK？ You made your people Israel your very own forever。OK， 所以这个话是谁讲的话？先讲一下是谁讲的话。上帝呀、啊，上帝吗？哦，不是，是那个写作者大卫，对不对？嗯，大卫在那里跟上帝对话。OK， You made your people Israel， 所以他跟上帝说：“你让你的以色列子民 ，people Israel 是指以色列的子民 ，made 他们变成后面这个。”你让他们做后面这个，后面这个是什么 ？Your very own forever. Your own 其实就可以 your own 就是你自己的。Yeah. 你让这些以色列子民做你自己的，你自己的什么？你自己的子民嘛。Your own people， 这个 people 就不要再重复了。OK， your very own， very own 是一个夸张的，就是一个加重语气的说法。比如说现在地上掉了500块钱。来来来，用你的眼睛看看这里。我们常常会讲，来拿你的眼睛看看这里，或者是你地没有擦干净，你自己看看你擦的地，你拿你的眼睛看看这个 ，your very own eyes， 你自己的眼睛，拿你自己这里加一个 very， 意思就是说什么？你用你的眼睛看看这个地方，这个地像这个样子行吗？你看看你洗过的马桶是这样，你看看你用过的什么东西有没有？我们常常这样讲人家 ，your very own 就是你自己，这个 very 是一个加重语气，是一个夸张的讲法，就是你自己的，你自己本人你自己的 ，forever 永远永远，你让以色列子民成为你自己的一部分，成为你所拥有的，那就是你自己的子民。永永远远成为你自己的子民。OK， 好，这是第一段。它翻译的是什么？我们来看中文。你使这个为什么用使呢？因为是因为这个动词 make 的关系。make 的过去是 made。你做了这件事情，你使这件事情发生。You made。你使后面这个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你的以色列的子民 ，OK， 以色列的人民，所以它翻译成以色列人，成为后面这个，成为你的 your very own， 你自己的人，你自己的一部分就是你自己的子民的意思 ，your very own forever， 它要加一个。子民两个字让这个中文更流畅，看起来像中文。他如果不加这个中文的话，就做你自己的，那你觉得读不通这个汉语，不是吗？所以他在翻译的时候必须把它翻得像汉语，让你读得懂。Forever 在这个地方直到永永远远。Forever 是永永远远的意思。好，下面第二个部分 ,and you,好，另外还有你耶和华 Lord 哈 have become their God， 因为你把他们包括进来成为你永永远远的子民，而你当然就变成了他们的神，你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神，所以后面这个翻译也就很正常了。你耶和华啊，他加了一个也字，因为这个是让上下文通畅，不然突然间冒出来一句说你做他们的神，中文来讲是很想当然耳，你把他们成为你自己的子民了，当然你也就做他们的神了，你耶和华也做他们的神。 So you have become their God， 这个就没有问题了，是不是？OK， 所以这是个动词，
You're on. On 是不是 On 是一个名词。You're very on. 你自己的。OK, 你自己的。You're very on. 在这个地方合起来 You're very on 是当一个名词。这个 on 是自己的意思。你自己的。这个道理就像你讲说 The poor, the rich。The poor 其实不是指穷的，那个 poor 是形容词，但是 the poor 合起来是名词的意思，是指穷人。The rich 那个 rich 是富有的，但是在这里 the rich 合起来就变成名词。So you're very on 你自己的，那就是你自己的人了，你自己的子民了。这里是做名词来用 ，you're very on 有没有问题？嗯，这个就是一个等于就前面又是主语 made 是谓语，后边一大串就是宾语，是不是？不知道语法怎么分析，但是 you made your people Israel， 你把它变成什么？你使他们做了什么？ OK， 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OK， 一个句子。You made the house, OK, your own. 你把这个房子变成你自己的，永远变成你自己的，变成你自己的了。You made the house your very own， 变成你自己的一部分，你的财产的一部分。You made the house your very own。嗯，那其实。这个意思就是什么？他也许耍了点手段，让这个房子变成他的，过户到他名下。他也许是买了这个房子，不管他怎么样，他使这个东西成为他自己的。Right? He made the bike his very own. 他让这辆脚踏车成为他自己的。他可能偷了，他可能去神不知鬼不觉的在上面什么刮掉上面的名字，贴上自己的名字，就变成他自己的。也许是他跟人家抢来，也许他跟人家夺，就是偷来的。不管怎么样 ，He made by his very own， 他让这个车子成为他自己的。有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句型是这样用的。明白了，谢谢。OK， 好，所以经文里面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经文。经文里面是说 ，You made your people Israel your very own， 你让以色列的子民变成你自己的子民。OK， 就永永远远这件事情永永远远变成这样子。所以你使什么东西变成什么东西，就用这样的句子 You made your people Israel your very own。 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这个句很美，我觉得这个今天学的这个词都这个句子都很美，就有应许的，很大卫的，大卫真的是他讨神喜悦是有原因的，你从他写的东西里面是非常有文采，而且最重要是他写的东西非常真诚，就是几千年以后我们读起来我们都活灵活现，好像我们几乎在我们眼前就可以看到大卫跟神的关系，难怪神这么喜欢他。对啊，他的诗歌24节也很美，金老师24节也是大卫的，很美，你看那24节。 OK OK， 所以前半段是讲说他的房子 OK 可以被建立，因为上帝已经应许他了，对吧？ Do as you promise OK， 上帝你就做你的应许的，就做吧，你就这样做吧。 Do as you promise OK、yeah. So that 以至于 It will be established And that your name will be great forever、okay.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 OK，以至于你的名会永远变得非常伟大 ，be great， great 是非常伟大。所以上，你注意一件事情，
大卫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像我们一样，哎呀，我感谢的不得了，上帝给我500万的房子，给我造个皇宫，高兴的不得了，上帝谢谢你啊，我就只是着重在物质上面。没有，他上帝你给我一个房子，坚固这个房子，我想到的是什么？我想到的是你的名因此而伟大，你的应许，你给了我这个房子，上帝现在给我一个钻石，上帝给我一个包，上帝给我一双鞋，我想到的是第一件事情是感谢上帝，而且因着你给我这个东西让我的家坚固，让我有地方住，我呢我要说你的名因此而变得伟大，尊你为大。他所有上帝要给他，上帝给他的许诺，给他的这些应许啊，我给你这个，我给你那个什么东西，但是他第一个想到的感谢都是感谢上帝的名，我要让你的名因此而伟大。Establish， 今天用了好几个这个 establish。Establish， right， establish 是建立的意思，这个建立可以是看得见的，可以是看不见的， OK， 可以是抽象的，所以 establish 可能是比如说我到一个地方去，去建立我的事业，建立我的公司啊，建立房子可以用这个 establish。我到这个地方设立一个公司，我在这个地方盖一个幼儿园，我在这个地方盖一个餐厅，这个是 establish， establish， OK， 可以是建立一种关系。我第一次，我现在到四川做生意，我在四川跟当地的四川政府建立一种非常好的关系，良好的关系，这可以是 establish。establish， 我慢慢的在这里建立我学术的威严，或者是我威望，或者是我的权柄，都可以用 establish， 所以它可以是抽象的，可以是可以是具象的，可以是看得见的东西，可以是看不见的东西。我在这里建立一个5000万资金设立的公司，我在这里盖一栋50层的大楼，都可以用 establish。OK， 好。American， 这个是电网、这个、站行吗？等一下 ，Christina 说什么？这个电网站 ，Almighty 这个字，这个词。Almighty 这个字不可以不会发音。Almighty，Almighty Almighty 这个 GH 就当没有看到。Almighty，The Lord Almighty，Almighty 是大能力的。大能力的，所以在圣经里面，中文版圣经都翻成万军之耶和华。Lord Almighty， 讲神是 Almighty， 全知全能的。OK， 他的能力大得不得了 ，OK， 超越你的想象，这个叫做 Almighty。赞美诗当中有这个词，经常有这个词。这是万能的，万能的，大能的。无限权力的，全能的 ，OK， Almighty。好，还有什么问题？刚 Lydia 是不是 ？Lydia， 不好意思。刚才您说那个 established， 就是看见看不见的在建立，建网站用这词行吗？可以，没问题。好的，谢谢。Establish， 因为网站可能是需要一层一层建起来的，对不对？他也许先建一个大概，然后后来又弄个网页，然后本来只有两页，现在我建了一层一层建下去，可能是10页、20页、30页，我这个网站又跟别的挂钩，现在上面有2个购物车，我再建大一点，几种语言都可以在我网站上购物，这个就可以用 establish， right？ OK， 好， establish 这词很好用， establish， establish。establish， 啊哈 ，establish， 啊，换 R 的音 ，establish， 啊 ，establish， 嘴巴没有那么大，没有 R 哈，没有到 R， 它是establish， establish， 啊哈 ，establish， 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嗯，发音方面有问题吗？发音。老师，二十三节还是有个那 concerning， 就哦对，就这个 concerning 有关于 OK， you have made concerning， make concerning your， make concerning your， your servant， OK， OK， let the promise you have made concerning 是有关于，让你 OK， the promise you have made。指的是你所做的应许，你已经应许的，应许什么事情呢？后面这个引导出来的是 concerning 有关于 your servant and his house be established forever， 是有关于您的仆人，那就是鄙人在下我了，还有他的房子啊被建立，永远的被建立这件事情。有没有问题 ？Concerning， 比如说 concerning 这个字 ，OK，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人张三现在在我们公司做一个报告 ，OK，his report is his report 好的 Concerning the future, the budget. Okay, 我讲 budget 好了。The future of our company is great. Okay, 好。His report, 他的报告有关于 concerning the 有关于什么的。The future of our company 有关我们本公司的未来的，它这个报告有关本公司未来的这个报告呢 ，It's great， 太棒了。他这个报告写的洋洋洒洒，把我们公司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都写出来了。所以 concerning 是有关于 concerning。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了，谢谢老师。好 ，OK。所以 concerning 是这样用的哈 ，concerning 有关于什么事情后面引导出来的 ，your servant and his house be established forever， 有关于您的仆人，那就是鄙人在下我了，还有他的房子啊被建立，永远的被建立。老师，我能问个问题吗？你说啊，就是这个Almighty、这个词是专用的吗？ Almighty. 是就是跟在 God 后面的 Lord， 在圣经里都这样说 ，The Lord Almighty、但是 Almighty 自己本身是一个字，你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但是你用的不能太离谱，对吧？你现在说，哎，我的公司的老板是 Almighty。大家都会打个大疑号大疑问，真的吗？他真的有，因为 Almighty 一般是非常非常厉害全能的全知的 OK， 这个世界上要有人用到 Almighty， 这都是非常非常有无限权力的人的事情，除了很难找到 Lord 都没别人了，除了 Lord 都没别人，但是你可以这样用，你可以这样用，拿破仑认为他自己是 Almighty、希特勒认为他自己是 Almighty、他自己认为，对不对？可是他也许事实上并不是真的 Almighty、这个是可以的。有一个神经病人关在这个神经病院里面，他一天到晚说他自己是 Almighty， 可以吗？可以啊。有那个信什么邪教的，或者是搞什么做什么坏事的坏人，他把一个妇女良家妇女关在地下室里面，每天给他洗脑说我就是 Almighty， 有可不可以啊？可以啊，你在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但是基本上正常的人正常的世界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人 Almighty， 以这个标准来讲的话，
啊，这个是一个形容词还是什么？这是一个形容词。哦，是只能做表语的形容词吗？什么叫表语？不知道。就是 I am 什么 almighty， 就是在这个动词后面的，还是可以作为一个在加在一个名词，不一定啊。形容词一般可以说、嗯、he claimed that he is almighty， 他认为他自己是 almighty， he say he is almighty， 对不对？ he consider 他认为他自己 almighty， 或者是他们叫他 they call him almighty。所以你不一定只有 I am almighty， no， 哦哦，对不对？不是 almighty 后面加一个名词可以吗？它就是加在这个在后面 Lord almighty。 对，有这样的用法，你可以把、形容词放在后面 the Lord almighty， 因为它要强调 the Lord。哦，你可以说、the almighty Lord，但是我们一般在圣经里面都不这样说，我们都说 The Lord Almighty， 一开始呼喊就是 The Lord 耶和华。好的，明白了。好 OK， 好，谢谢。好，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所以你们可以记起来，万军之耶和华在我们很多地方的时候 Lord Almighty， OK， 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这一句 The Lord Almighty。 要是我的话，我就会把这一句背起来了， OK， 好， The Lord Almighty 在祷告里面你可以用 The Lord Almighty， OK。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你看大卫写的东西文字非常真诚，感情真情流露，而且他写的东西时候他也 不忘记就是随时彰显神的大名，同时他自己也是非常谦卑。他说 So your servant OK， 因为你都已经告诉我了你要给我盖个房子什么什么， So your servant， 你给我这样的这个前后上下顺序，这个情绪的引导，它是节节叠高。OK， 你都答应应许给我了，这样子这个房子给我。So 因此 ，your servant has found courage。我因为神你给我应许，所以我就有了这样的勇气，我就敢有这种勇气来向你祷告。你会想这会不会有点夸张啊，连祷告都不敢祷告了、你这样子就会有勇气。但是他在这个里面的层次写得非常 分明，他把神与他的位置已经放得非常清楚，从头到尾他就是神的仆人。而且他谦卑到他都不敢向神祷告，他说我因为你给我应许，所以我才斗胆有这样的勇气来跟你祷告。So your servant has found 是找到，让我找到这样的勇气 to pray to you。 有没有有些女生跟男生约会的时候，这个男生很腼腆太羞涩，他什么都不敢表白，什么都不敢说，到有一次那个女的、很给他个暗示，给他什么东西，哇，这个男的找到勇气了，哇，我才鼓起勇气敢跟你表白，不然我什么都不敢说，我就是窝在肚子里。就是这种心态，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到这样子，他都不敢，因为神给他应许了，所以他才找到这个勇气。 has found， so your servant has found courage to pray to you。 他这句话讲的多么的谦卑，对不对？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对 ，courage 就大胆的是吧？这种 courage 是勇气，一个人的勇气。Found courage， 它因为中文有的时候它是从希伯来语翻过来，它也有可能是意义按着意思去翻译的，它不见得是逐字逐什么的去翻译。OK， 因为我们也是
英文也是从希伯来语翻过来， found courage 指的是他找到了那个勇气来向神祷告。 courage 是勇气的意思。对，大卫祷告很真诚。嗯哼，就是当时他虽然已经贵为一个王了哈，但是他从头到尾没有忘记他的出身，他从头到尾他没有忘记是神在一路的与他同在同行，他是神的仆人，他从来都没有，在大卫的诗歌里面你可以感受到非常非常的谦卑，这个就是他特别的地方。前面那个 Revelation 就是启示录那个是 Revelation 哪一个字，就是第一行的，第一行那个是 reveal 一般来讲是显示出来，显露出来 reveal 哈，不是那个启示录那个哈 revelation 那个是，跟那个字有点关系，但是呢它这个地方你看我们前面我们有一节有讲到 revelation， 嗯，这个地方的 reveal 是指显露出来，我把这个事情比如说这次公司的招标底价是30000块，我把这个显露给你看，让你知道，这个是 reveal。我把公司的前景露出来给你看，别人我不讲，我就只讲给你听，这个是 reveal。reveal。嗯哼。reveal。他用启示。因为神与他之间这个地方就是显翻译的就显得比较谦卑嘛，对不对？ Reveal 本身就是露出来的意思，露显露出来。嗯，或者是有的人中文比较好的讲揭示出来，透露出来，表明出来，都可以这样讲。泄露出来也可以说 reveal。OK， 反正就是把这个事情露出来让你知道了，这样。嗯，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没有其他的问题了，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所以大卫的诗歌里面从头到尾就是表现得非常的谦卑，而且他把他的神的关系之间都处理得很好，描述得非常清楚。看，啊，最重要的是尊主名，他是无时无刻不想到就是彰显神的名啊。所以就是抓住神的应许，我觉得大卫呢 是祷告，就是抓住神的应许，你应许给我了，哎，我再求，是没错，他这个思路是对的，这个态度是对的，对呀。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地方用 house。用 house 代表家室，现在好像比较常用，好像用 family 是这样吗？其实这个地方最主要真的是给他盖房子，不是吗？是要给他盖房子，是要给他盖房子，因为他盖他的宫殿嘛，是不是？神应许给他盖房子，但是在这个里面 house 的话又有深一层的意思，因为神说他会让may continue forever， OK， 所以他可以永远的下去，也就是 庇护他的子孙了，连他的后代都讲到了，是不是？
所以他讲的不是一个单纯的实质的盖个宫殿，两个木头三块水泥给我盖个房子住，不是单纯这样，还讲到他后面他的子孙他的后裔。对，但是 family 跟 house 的时候，因为它确实有一个盖宫殿盖房子住的地方，所以你用 house 是可以的。那 family 的话呢，他们有的时候会讲 family 你的后代子孙的 family， 像亚伯拉罕有没有，他有讲到你的后来的后裔啊，你后面的这些家族啊，或者你的宗族啊，神都赐福给他们，是吧？嗯，对。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谢谢。好 ，Thank you. That it may continue， 它这个是继续的意思 ，forever。It may continue， 可以继续下去，永远的继续下去。嗯、最重要，他又是提到 in your sight， 不骄傲，他不是说我很怎么样怎么样。OK， 我们家族到时候哇，万年兴旺什么什么。他说要 in your sight， 所以在你的眼睛里面，你给我看着。所以也就是说，他后代的子孙都是要尊重，他们心里都是有神的。In your sight， 我们家族的发展这一切都是在你的眼睛底下来做这个事情的，用你的眼光来看事情的。嗯，这个 sight 是你的眼光， sight 是指一个人的视力，视力、视力、眼光都可以是 in your sight。我们中国人说眼皮底下，在我的眼皮底下，你居然就敢做这种事情 ，right？ 我们说眼皮，西方人说 in your sight。in your sight， 那句的牌子是不是这个 sight？ 牌子是 sign，S-I-G-N， sign， 那是有个鼻音的 sign， 这个是 sight。Okay. Sight 那个 GH 完全不发音。嗯，对 ，sight， in your sight， right？ 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老师十八章的第六节。好，第六节怎么样？嗯，这里边出现了一个是驻扎，就是这个啊哈。军队的驻扎的地方叫 garrison， 对，这个是个名词是吧，老师？对，没错。哦，没错。他把他驻扎的地方，他这有好几个点呢，所以 garrison 是一个副词，是一个复数。驻军，这些驻军，比如说以前美军曾经在越南驻军，在台湾驻军，在什么地方啊？现在在日本有驻军，在韩国有驻军，这个驻军就是 garrisons。这个地方是驻军 是个军队的意思，还是说是驻扎地的意思？这个地方两个都有，两个都有，基本上就是指驻军这件事情。但是呢，他在那个地方放了好，如果 garrisons 的话，他就是放了很多的人，放了很多的地方在那里，他不会只有一点，不会只有在杭州一个地方放一个点，他可能在杭州也放，上海也放，几个地方有好几个点，所以我们叫 garrisons。哦，你住的主要就是驻地，你那个地方这里有个军营，那里有个军营，这里有个驻扎地。那是一个 garrison， 所以他在大马士革，这些都是亚兰人的地区，亚兰人也不是好惹的，都不是吃素的，所以大卫打下来的这些功勋彪炳都不是简单，他打非利士人，他打亚兰人，当时都是彪悍的民族，很会打仗的。 OK， 所以他能把他的驻扎地都设在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当时是非常兴盛的大城市，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北京纽约一样，这样的地方 OK， 商贾汇集，做生意好的不得了的地方，大马士革 OK。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设了驻地以后怎么样，这些人就听话了，就乖下来了，臣服了，所以 the Arameans
becomes subject to him. 如果你只是像打完了你人就撤走了，就像蒙古人一样打完就跑，打完就跑的话，你没有办法统治这个地方。所以大卫的做法是在这个地方设驻军， OK， 在这里管辖这个地方，所以亚兰人才会臣服于他。 So Armenians become subject to， 这里来了 subject to， 我们刚刚讲的 subject to 来了， subject to him 就臣服于他，听他的话了，就听话了。 And brought tribute， tribute 是给他进贡，就像以前的高丽，高丽给我们国家进贡，对吧？越南也是给我们国家进贡的，是吧？ OK， so brought tribute， 我国家比你强，比你大，比你厉害，可以打得你半死，那你当然就给我进贡了， right？ 进贡这个地方一般都用是 bring 带来的，带来就是、uh-huh, tribute， right？ 好的，你不一定用 bring， 你也可以用 offer 啊。哦、oh, ，tribute， 对不对？对对 ，provide、嗯、也可以 provide 呀、啊，提供啊，提供贡品啊 ，provide tribute。你英文字词汇多了以后，你有好多可以用的。哦、嗯，嗯哼，老师，那这个 tribute 我查了是礼物的意思，那礼物和那个还有个 gift， 它俩是什么区别呢？跟什么？那个还有个 gift 吧，这是的礼物是吧 ？No， 你这个 tribute 是特别是进贡的贡品，是下对上的叫 tribute。嗯 ，OK， 谢谢你那个 gift， 你不能说我妹妹明天过生日，我给她买个 gift， 买 tribute， 那这人家会觉得哇牙都笑掉了。你跟你妹妹是平辈，你怎么会用 tribute 呢？对不对 ？OK， 所以。字面上看是礼物啊什么，他中文翻译汉语，因为他需要的关系，有的时候翻的比较汉化一点，让你能理解。但是你要了解 tribute 这个字绝对不是我们一般的礼物，这是下对上的，一般就是国家的贡品，那个贡品的礼物叫 tribute。 OK，所以你不能说我给我妹妹买个生日蛋糕，你说那是 tribute， 不对，不可以这样用。 OK， 好，谢谢老师。好，还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问题了 ，OK， 好，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雅各书，看一下我们雅各书。OK， 雅各书，我们看一下第二章。我们现在是讲到第十四。Suppose 我们讲过了哈，十六节。If one of you said to them， 好，前面讲的是，假如有这么一个情况 ，brother 有一个兄弟或有一个姐妹哈。他没有衣服穿，然后他又缺少每日的饮食，那这个人过得很拮据，对吧？他过得很拮据。那么这个时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 ，one of you says to them， 你们就跟他讲了 ，Go in peace, keep warm and well fed。OK， 你就跟人家讲很多好听的话。人家都吃不饱穿不暖了，你跟人家讲说啊，你平安去吧，啊，你记得啊，穿暖啊，你要好好的多吃一点啊，没事进个补啊。人家连吃饱每天吃饭都成问题，你讲这个不是空话吗？对不对？ But 你只说这些话 ，but does nothing about their physical needs. Physical needs 是指他生理上的需要，他的身体。
身体上 physical 就是你身体上的需要，他每天就需要三顿饭，连三顿饭都没有，但是你竟跟人家讲这种话啊，没事啊，就穿暖一点啊，多吃一点啊，记得不要吃两碗饭，吃三碗饭了、啊。他可能每天连一碗饭都没有。Does nothing about 就是你为他每天的这个饭食，你一基本的所需你都不给人家解决，你什么事情也不做，只是嘴巴上空谈。What good is it? 你这样说有什么好处？有没有问题？我们前面哈，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就是因为前面讲这个 faith and deeds， 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行为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如果只是光说不练，天桥的把式没有用的，所以需要 deeds， 需要你有行为。要有行为，所以下面就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有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他穷得没有衣服穿，也没有每日的饮食的时候，那么你们之中的有一个人就跟人家讲啊，你就啊穿暖啊，你就好好吃啊什么，但是你对他每天的这些身体的需要，就是基本的饮食你都没有，什么也不做的话， What good is it? 你没有行为嘛。这个就是回应到前面几节里面讲到的 no deeds， 你没有行为，你做你只是嘴巴空谈，这种人是很多的啊。你多吃两碗啊，你多吃一点啊，没事你记得进补啊，买只乌骨鸡来进补啊，没事你记得啊，要出去散步啊，没事要坐车出去玩玩啊。这个人穷的可能一天5块钱都没有，你跟他讲这个干什么？你要有本事你就买点面，带点油，买点粮食到他家里去，说我知道你过得不容易，来，这个送给你，那个送给你，解决他生活上的所需，是吧？而不是在那里嘴巴空谈。所以 deeds 非常重要，你的行为很重要。 deeds 好，有没有问题？我把这个念一下哈。 If one of you says to them, go in peace, keep warm and well fed， 这个 fed OK， 原来原型是什么？ feed F-E-E-D 就是 well fed， 都是指说吃得好，让人家吃得好啊，不是说吃得饱，就是说你把你自己喂得饱，这个意思 OK。 well fed 一般来讲都是叫人家吃得好 OK。 好， but does nothing about their physical needs， what good is it？ What good is it？ 这个 what good is it？ 我们前面也看过这一句，对吧？ What good is it？ 这个有什么好处啊？你这样说有什么益处呢？一点帮助也没有嘛， right？ 好，我们看看有谁给我们读一下好不好？来，我来，谢老师。好，请读。If one of you says to them, go in peace,keep warm and well fit, but that's nothing about their physical needs. What good is it? Physical nee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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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But does nothing about. But does nothing about. Their physical needs.Their physical needs. What good is it? What good is it? What good is it? Okay, good. 好 ,Lydia 来。好，谢谢。Lydia 帮我们读一下。好的，谢谢。If one of you says to them, go in peace, keep warm and well fed, but does nothing about their physical needs, what good is it?Very good, very good, huh? What good is it? 好、Esther 来 ,Esther 帮我们读一下。If one of you says to them, go in peace, keep warm and well fed, but does nothing about their physical needs, what good is it? 好，两个字注意一下，这个 say 加原型是 say, 但是当它有动词变化的时候，它变短音 says。Says, says,
好，后面的 well fed 这个 fed 也是短音 f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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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 fed well fed 啊哈 well fed very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好，还有谁可以给我们读一下？嗯 ，OK Ruth 来 ，Ruth 麻烦。OK thank you Jen 嗯哼 if one of you said if one of you said to them go in peace keep warm and well fed but that nothing about their physical needs what good is it 好，注意一开始那个 if 不要高起来哈 if 弱读就可以 if one of you says to them if 你试试看 If one of you says to them,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If one of you says to them, that's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好，还有哪一位给我们读一下？Eunice 要不要读一下 ？Eunice 来。Thank you. If one of you said to them, go in peace, keep warm and well fed.But that's nothing about their physical needs. What good is it? Okay. Physical, 那个 PH 念 F 的音，好像丈夫的夫那个 F, 所以是 physical. Physical. Physical needs. Physical needs. Phys, 那个 Z 要出来 Physical needs. Physical needs.Physical needs. Physical. Physical. Uh-huh. Physical needs. Physical needs. Very good. 好，你把这个练习一下。Physical needs. Okay. Thank you. Physical needs. 所以这个维持我们身体所需的，啊，每天的生活所需，这个叫 physical needs. 好 ,David 来 ,David 麻烦。If one of you said to them, go in peace, keep warm and well fed, but does nothing about their physical needs, what good is it? What good is it? What good is it? Very good. 你可以连读，你绝对没有问题。What good is it? What good is it? Very good. Very good. 非常好。Thank you. Okay, 好。还有谁要给我们念一下？好，我们来读一下哈。Okay, if one of you says to them, "Go in peace, keep warm and well fed," but does nothing about their physical needs, what good is it? What good is it? 这有什么好啊 ？What good is it? 啊，所以不要忘记 physical needs. Physical needs 就是指人家身体上的需要，就是每天维持生命现象。你该有的这些食物叫 physical needs 要喝水、要除了空气以外要喝水要吃饱对吧连肚子都饿然后你就讲那些空话虚话那有什么用呢、啊、就是没有用的 OK 好 Thank you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人要读啊老师我觉得好 Naomi 来 Naomi 先来啊好if one of you said to them, go in peace, keep warm and well fed, but does nothing about their physical needs, what good is it? Very good. 你的 physical 念得很清楚。Keep warm, 那个 warm. Okay, 念出来。Keep warm. Keep warm. 嗯哼，那个嗯嗯嗯，最后是把嘴闭起来的。嗯 ，keep warm.Keep warm. Very good. Very good. 好，还有刚刚是哪一位啊？是我。好，来 ，Sarah 来。谢谢。谢谢老师。If one of you says to them, "Go in peace, keep warm, and well fed," but does nothing about their physical needs, what good is it? 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What good is it?What good is it? Uh-huh. What good is it? What good is it? Very good. What good is it? 好。
还有没有其他人要念 ？OK， 天老师，我试一下。好的，请念。嗯 ，If one of you says to them, "Go in peace, keep warm and well fed," but does nothing about their physical needs, what good is it? Well fed， 这个是短音的 fed， well fed， well fed， 嗯 well fed， well fed， well fed， 嗯 keep warm and well fed。Keep warm and well fit. Very good, very good. 谢谢。好，谢谢。好，好，没有其他人要读了。OK。